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去一个拥有世外桃源、大自然生态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不只可以打卡，还可以入住，所以今天我已经联络了这个负责人，想去那边了解一下他们的住宿所提供的这些设备和他们的配套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目的地。你们可以看这个入口处，他们的精心创意的设计。这个地方位于深美兰州的仁爆小镇里。看完拍一些景，看一些这些family的路啊。那可以，因为我们来的话都是以 family 为主啦。五个人的是上面有六个 unit 了。OK， 可是 design 都是一样的啦。上面的 design 全部一样，这个是差不多，可是这边是六个，这边七个，啊，就这样，这两边不一样了。上面是三个单人床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双人床，然后还有一个厕所，对 ，aircon， 然后还有一个水。OK。这个是四人的，然后有三个 unit， 但是我们开放两个 unit 吧，因为一个暂时有点问题。啊，所以我们开放这个跟那边，它都是一样，只是比较小，然后是四个人。我们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的厕所的。嗯。那个库我们没有开啊，里面我们过后要盖掉了。OK。所以这边就是 camping 的地方。啊，对。第二个是食堂啊。OK。一个冰厨，然后这个是食堂的一个。就是你们食物准备都是在这边准备了？我们隔壁准备在上次家。我说用餐就是在这个地方啊。对对对，就讲你们有镇那个小溪，就是这个啊。不会吃沙很干净，因为下雨的话就会比较黄一点，带沙。哦 ，OK。都是多人房了。一个 container 是分成两派，一边是八个人，所以一个 container 会是16个人。OK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只是一整个馆里面才给八个人了，我就分开了，因为疫情关系。啊，没有。其实我们去泡澡已经有10年了，过后我们2年前我们再重新入手 Disco。
这两个是床。OK。对，它床是啊，可以抬下来的，然后那个脚放下来，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用哦。哦、啊。可以睡两个人的、啊，它就在这个空间睡。OK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过后加出来的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啊客厅这样子。嗯。然后还有厕所，以前是用公共厕所。哦。等一下有热水，然后有灯跟那个做风机的。OK。Aircon 暂时还没有，我会用风扇。OK。所以这边是最多两个人的了。两个人吗？哦，这是 family suit。我先讲解。OK， 它是很适合家庭的话，它有四个房间，有两间是四个人的，两间是五个人的。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客厅，后面有一个像厨房这样的地方啊。我那属于大家庭就。对对对，18个人那种哦。哦，18个人。OK， 给我看这里。OK， 这个是五个人的哦，还有两个 unit， 另外一间是在后面，也是一样这样的。OK， 就是一个 double decker， 一个是三个人的。OK， 然后另外一个呢，隔壁的跟这间呢，它是两个 double decker。对，它这边很多会喜欢是家庭啊，大家庭会来这边集合。然后我们。明天会有一个 family 来哦，啊，也是来这边的，因为就是喜欢这边开发很多事，就是因为有一些空间给孩子可以在这边互动啊，对对对，啊。这是比较旧啊，这也还没有翻新啊，还没有这样啊，所以我就也是不建议用那边了。我们还有几个当时还没用到的了，它是在对面那边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发展那边呢。嗯，我就用了这边跟对面那边，就是那个德胜之家啊，也是我们的地来的啊，那边一个果园。我照片里面讲有拍到他们拿榴莲拿红毛丹，那些就是那一边榴莲红毛丹，这个是要季节了，平时普通是有菊苣啦，然后有椰子，然后有很多不是多蔬菜，然后一些动物好像有羊有鸭有鹅有鸡啊，这样子主要是参观了。OK。啊，水果还有那个番石榴跟那个杨桃。OK。啊，这是我们第四个 camping 的地方了。啊，主要是风景了。那边看过去比较美。这个是我们在这边，然后过后会有一个project 啊。嗯。现在还在准备着，这边会建一个礼堂呢，然后这一排过去会做一些。prefab house 啊，就是像住宿这样比较高级那种啊。哦、oh, ，OK。啊，像那种比较好的一些 resort 咯。然后这边会挖通它，就变成一个湖。啊，这边以前是养鱼的鱼池来的。哦，鱼池。所以你们的那个小农场是在隔壁啊，这边他们有上课，所以他们有用这边，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open air 的这个礼堂量。会大很大，可是我们也是变了我们的趋势，我们以前是主要是做给团体的咯，团体就是他们会来这边做活动，然后他们会给我们煮礼汤跟煮熟，所以我们以前是主要是做这个 group event 的了。嗯。但是直到疫情开始过后呢，开放了，我们就需要转化，不然也是做不到太大组的嘛。啊，对。我们有开放给肯定的，然后另外就是给家庭的了，然后我们包吃包住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些活动。OK。慢慢开始接触。
适合家庭来的话，都是两个剪刀，不然就是两个前面上面那边啊，那个会比较有这个空间，比较舒服啊。啊，因为它才用几年了。那像你这边十八个人的，如果我们组是十二个人或者三个 ，OK 吗？啊 ，OK， 还可以，还可以吧？可以，还可以接受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是算人头哈？啊，对，人头。然后其他的费用是根据你们需要到什么，我们就算好给你们了。啊，大组的来都是要找的一个月前了，啊，就我们有时间去安排整理这些东西，啊，就这样，这组有来，我们已经用了一个礼拜多的时间来打扫，因为地方很大，很多东西要去清理，这样哦。因为我看你们配套有包括那个爬山的，爬山有，这个我们会带，你会驾车过去那边的，会很远的，不会，出去大陆。不到一公里就转右进去了，它是一个 estate 一个地方啊，就是开下去啊，就是包括那个在湖上划船那个也是。对对对对。迎风园也是一样的。啊，迎风园就是在这边嘛，啊，比一般的蜜蜂小只，然后它不会叮人的，啊，然后它是黑色这样的，啊，像苍蝇啊，它算是很，生产的这个时间会很长啊，因为它们很少，它不像那种野蜜这样子很，一个月就会很大堆这样子。然后它价钱会比较高一点，然后它不是完全的甜，它是带甜酸这样子的，哦，吊桥，你可以看看晃，我在晃晃。这个就是它的小溪。也是配套里面其中一个活动，因为昨天这里有下雨，所以那个水的颜色没有这样那么清澈。